这里就是万国商会了。万国商会是找那个叫九黎须的人，对吧？喂，你们看，九黎须会长在那里耶！ 应该就是那位。九黎须先生，您没事吧？您好。旅行者也在啊，好久不。上次的事，哎，我说来丢。货物的具体内是一批高。前些年最近听说，哎。 您也知道，虽然我个人也……抱歉，现在也没有。虽然不能走宫，当然，我有一些顾虑。另外，以您和万国商……一定，可是，万一勘定凤……您说笑了。怎么说？我哇，九黎须先生，太感谢了。各位，请随我到事发地点。好。 兵贵神速！本岛的路，没有通信许可的禁止通过。 各位，这里就是我们被抢的地方。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啊！是脚印，没错，非常深的脚印，往树林里去了。之所以深，是因为携带了沉重的货物吧？先上去看看。 小偷，就带这么几个人，竟然理直，有什么不敢？万国商，在这个道，可恶！喂，交易，用钱把这……我，稍等一下，九黎须先生，可还记得我们的协议？哦，对，那么请您退到安。 终于投了海市，又一个实验对象。送上门的生意，不，倒，投了，终于还是。解决了。不不，你过。神理小姐，绿。不用担心，那些浪人匆忙。谢谢您。清点一下吧。六。太好了，我们快点购买丝绸吧。 购买丝绸，实不相瞒，是这样没错。别误会，包
我都觉得我们几位不说那么多了，麻烦您了。您是我的恩。不不，商人行商也有难处，也不必觉得为难。各位，东西还得送。嗯，再见。旅行者，刚才谢谢你。不过或许是吧。哎嘿嘿，那个，以我的立场，我想这也许是因啊，抱歉，我们回小仓。好。迅影如箭，可别眨眼。雨真耽误事，所以说他们的工作明明昨天就能做完，为什么要拖到今天？无处可逃。势如狂澜，
位如何？嗯，给您。太好了，我去。一定要有啊！希望这次不缺。说起来，旅行者，只是不知道你习不习惯道奇的特色服饰。这样啊，果然。出门在外，很多事也不过，我倒是很想试试看道奇的特什么嘛。这样啊，说起来，其对对，什么戴着兜帽？真的吗？莫非你也？不不，真想走遍七国，看看别人过着怎样的生活。久等了，我这边清点完，有劳您了。好像对，明白了，请您收下。刚好在此之前，我也这么想。当然，接下来我想带旅行者。哦，要开饭了。比起过于高的，那么我要更快一点吗？嘿，好。是这间店对吧？欢迎光临，木南小姐。哎呀，是是的，点单就按这。好好，没问题。旅行者和这位小小的客人。旅行者，派蒙，先入座吧。啊，只是处理一些。走掉了。二位是沈礼家，我们店开了很。沈礼家两兄，不过没想到居然是第。是，虽然这话怎么会？原本我也这么。街坊邻里都说太过完美，这么好的女孩，居然是这。我跟她聊天不多，今天看她带人，你们今天可要多，就当是我们街坊。嗯，林华的声音。抱歉，旅行者，能不能跟我到那边去？对不起，突然把你叫出来。原来那声巨。如你所见，这栋房屋，这间院子，也是他们家的私人。对啊，我想做的是，我母亲笔记中提，这次要去建春。异国料理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不是有很。我也这么想，想可以请你帮我完成这件事吗？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披萨。披萨是一种把。听起来真不错。烤好了吗？烤好啦，烤好啦。嗯，好香。只要有菜谱就能。好啊。几位忙得如何？呀，这是。是的，这是旅行者帮忙制作的异国料理，可以请你帮我打。嗯，真香，一定是道非常美味的料。嘿嘿。可以吗？食物本真的可以吗？如果你们愿意，自从锁国以来，我先去给沈礼。明明是可以高价，我是真心的啊！对，把我们喜欢的来做披萨吧。
先来，没错，然后选择第二份原料组合，对对，就再写上，完成了。这份自信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那我们赶快把菜。哎呀，菜写好了，谢谢。哇，旅行者派蒙，嘿嘿，劳动，让我们趁热吃吧。怎么样？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还有那边那个。对了，刚才我在那边试做料理的时候，你们有跟店主闲聊吗？他说了一些哦，不过他为我，不奇怪哦。谢谢你安慰我，那些都是实话。平日跟我走得近的只有家人和下属。对呀，对呀。谢谢你们。有什么？我也是你们重要，应该的嘛，友情很重要。不过这么一说，关于这件事，我认为纯狐狸是。就连我也从未到期自古，你们应该见过八成。若是朝这个方，哇，你说野的，来到期之天上飞。虽说我曾在，有机会可以一起，可以吗？不过在那之前，吃饱了，那么我们先去取。去。沈丽小姐，这里是您定制的主啊，对，非常感谢，这是。旅行者，我有一件给你的礼物，哇，是以白鹿为主，不能白白让你帮我的吗？这个，说起来，派蒙过奖了，嘿嘿，好，倒穿得住。就是高人的居所吗？我也奇怪，笔记上说的确实是这里。也有。对了，我想起鹤衔来一，好像童话故事一样。那总觉得我们靠近一点。山壁上有些灌木，难道说会是？开了吗？开了吗？这是看起来，难道这会是？各位，我们还是到。说的对。到这里就可以了，快看看。会不会是神秘宝藏呀？好奇。怎么了？突然那么小声。靠。原来是不想打扰林，不过看他的。旅行者派蒙，才一小会儿，你已经看得很快啦。看完了。我想虽然不同，不是狐狸神，穿的真身就是我的母亲。很惊讶对吧？春雨平时的以下所有笔记中写的意思是说，都是我。或许对你们来说，倒不如说看笔记的时候，灵魂母亲嫁给我。不仅如此，父母过世后，我和哥哥接手了沈里家的一切。每当我遇到麻烦事，总是会想母亲的。或许真是太久没见她了吧，不知不觉中。但这是不对的。
当我看到这本笔喜欢漂亮的，也许你们听见母亲写道，只是以我们的身，就算没有人写，母亲说原来是这。是的，说来有些冒，才不冒昧呢，我认为你妈妈是不知不觉中我为母亲完成了一些愿，似乎也没有机会见到她完成这件事了呢。嗯，谢谢你们，母亲和我，她爸无法实现。咦，难不那个旅行者，我从看到海报开始我就一直想去。请不要笑话我，我打算真诚的，我想去。要去要去。太好了，现在去的话。对啊，今冰鬼神速，你做了错误的选择。感觉不错，冰鬼神速。今天是祭典，听说最后一天客流量相对比较少，我去。没错，就祭典还没有关闭，只是喂，你们看那边摊子上有好多面具呀，听说以前会有这样。哟，这不是神灵啊，我一路上真的当尤其有些年轻，您过奖了。、啊、不是啊。哦，年轻人，哎，伙计们，神里大小姐来。不是、啊、请您不要这样生气。谢谢啦，毕竟啊，对，这两个面不哎，行了，咱们这些平民。可是我大叔，哎呀，不会只有我太萌，但是或者、啊、哎呀，真的非常感谢。小意思。嗯啊，等等，请，有件事我想我旅行者，你看，哦，神里大小姐今天是带朋友来玩，欢迎。好啊。您可能不知道，我伯父先前受过，所以您看。哎，当然。旅行者，林华人缘可真好。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客气。既然旅行者都这么说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
老板来了，请选择您要的签。打开看看您的呀，你们抽到什么？我的也是终极呢，旅行者。哇，客人恭喜了，真是个好兆头呢。恭喜你，几位客人的运势太厉害。对对，行。这边是小吃摊位，有很多。这里每一种食物，不过买太多。银华，我想。好的，好的。那个看起来也很好吃。那么。没问题。飞鹰饼好好吃。对吧？这是我们。老板，我还可能有些冒昧。你想学吗？是新菜谱。哎，你们给木南料，我跟他这份菜谱。谢谢你。那边那位客人也拿一份吧，可好吃了，亲手做出美味。等我学会做这道。好啊好啊，那就说好了。好的。明明已经接近尾声，却还是很有意思，我喜欢祭典。我也这么想。能在今天跟你们一起参加祭典，真是太好了。这里是买会马的摊位，到期的人们听起来跟离约的海灯有几位需要会试试吧，感觉不过。老板，我们好嘞，两个会马给您拿。旅行者，想好许什么愿望了吗？我也想好了，请二位。原来还要转好，给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看看你的灰马吗？这是你和你的，真可爱呢。会找到的，一定要有。我也会一直为灵华这边。是的，希望这个愿望能够实现。是啊，越快乐。我们回去吧。旅行者，其实认识至今，谢谢你。祭典真好啊，没有，要是有机会，我还想再去一次。你也是吗？他说起来，我和旅行者有点像呢。有时我会觉得自己非常能理解你。家人和亲缘，你一定能找到他。作为对了，旅行者，我还有件想做的事，想再借用你一点时间。亲，好好的看着我。
怎么样，我的舞蹈非常又美又高雅，我说不好，但这一定就是艺术了。那就好，我不擅长这种舞蹈，没有丢脸真是太好了，也就是心血来。这么说来，我也这么想跟你在一起，那么前面的路我自己上去就。晚安，旅行者。启程的日子好像也还不。还是到木楼茶室集合，准备好了就去见他们吧。什么真麻烦，冻住你，对象选错了。要上了！要上了。
如狂澜。要上了。向着星辰，感谢你完成了。向着星辰，这机会还挺难得的，就让我好好享受一下吧。投降不失为一种选择，我会非常温柔地对待你这位手下败将。
Yeah.